点听音乐，音乐听一点。听一点音乐。今天的听一点音乐要带大家来听的就是 Jazz and Blues 爵士与蓝调的音乐。那么为了要让听众朋友们更加的了解什么是爵士音乐，什么是蓝调音乐，琳达特别邀请到一位来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 Blues 课程哦，应该是很适合的。我们首先先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露露。露露你好。嗨，大家好，我是露露。今天露露要来带我们听的是 Jazz 跟 Blues 的音乐。关于这个 Jazz 跟 Blues 的，那么这样听露露说，这个 Jazz 跟 Blues 就是爵士跟蓝调的历史算是很悠久的了，这样了。他们是引导现在流行音乐的主流，虽然是从美国出来，可是已经带动全世界流行音乐的主流。几乎你现在所找到的流行歌曲都跟 Blues 有关联。嗯哼，可以 ，Blues 的节奏比Jazz 的节奏更强烈，而且乐器在比较少的乐器上力图求另一种音域的发挥。我们听 Blues， 最后露露，你要推荐什么样的歌曲呢？我拿一位女性歌手来做垫底啊，因为我也想鼓励女性创作者能够做一点发挥哦。这个是蓝调的女歌手，来自奥瑞冈波特兰的 Lisa Mann。他是 bass 手，可是他是蓝调 bass 手。我今天介绍他的歌，主要是因为他也符合蓝调的公式化。OK， 他有呼喊，有，而且他有重复。嗯哼，他一直在重复 someday someday， 这有点像好像励志歌曲哦，台湾的励志歌曲。因为现在芝加哥的市歌也是蓝调，因为芝加哥本来就是蓝调发源地，他们也是用蓝调来做，所以蓝调几乎在美国是基础文化。嗯哼，基础文化。所以这个女孩子唱的这条叫做 someday， 自弹自唱，她是自己写歌的。所以我想说，如果国内女歌手自己觉得自己声音很好，也不一定要等到人家来写歌。好，那么我们在欣赏这首歌曲的同时，琳达也要在这里谢谢我们的露露，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爵士还有蓝调的歌曲。希望下一次能够再邀请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带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认识更多的爵士跟蓝调。谢谢露露。谢谢，同时我也希望能够在此借机会感谢提供我歌曲的人。I would like special thank you for my friend and the band Brand New Saint O Obsession and Justin, my friend, and the band Talk and Talk from France, Harvey, and Lisa Mann, beautiful blues lady.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and talk to you soon. 好，琳达要在这里谢谢他们咯，谢谢他们提供我们这么多好听的音乐。好，谢谢露露。谢谢。Of my time. One of these days I'm gonna wake every morning and get on my knees and pray. Someday I'm gonna live my life. I'm gonna live my life someday. Someday I'm gonna get it right. I'm gonna stand in the light of the sun. Someday I'm gonna do only good. Gonna show love to everyone.One of these days I'm gonna open my hands and walk in an innocent place.
在欣赏这首歌曲的同时，琳达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晚安了。希望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爵士跟蓝调音乐，可以让大家稍微的认识这个 Jazz and the Blues。好，那么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再邀请露露到我们节目当中，带领我们认识更深一层的爵士音乐和蓝调音乐了。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任何的意见，想要跟 Linda 做一些分享，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到 Linda 的部落格来留言给 Linda 咯。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是周末假期，祝大家有个非常愉快的周末。我们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凌晨一点到两点，请继续锁定教育广播电台的音乐风一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塞门狂想曲，晚安咯，拜拜。Someday I'm gonna drop my guard, gonna let the water fall from my pate. One of these days I'm gonna find my footsteps walking alone.